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荷叶服之，令人狩猎，它是让人越喝越苗条轻盈的养生茶。要喝出好的效果，可以根据不同的易胖体质来搭配。寒湿型的人，体内湿气重，偏寒怕冷，可以喝荷叶陈皮茶。湿热型的人，体内湿气重，有内热，感觉自己喝水都胖，可以喝荷叶冬瓜皮茶。痰热型的人，体内痰湿重，容易上火，经常感觉口渴，但又喝不下去多少水，可以喝荷叶陈皮菊花茶。痰湿型的人，体内痰湿重，内脏脂肪多，感觉胸闷恶心或四肢沉重，爱睡觉，可以喝荷叶陈皮山楂茶。要注意，荷叶茶是让人越喝身体越轻盈的，如果本身身体已经很瘦，就不要多喝了。